听众朋友晚上好，今天7月9号星期一，6:30，现在向您介绍今天晚上的电视节目。在新闻联播河北新闻联播节目之后，是体坛内外第206集，大约在20分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收看下集然后播送学烧中国菜，最后是综合新闻。好，下面先请看新闻联播。